哎呀妈呀，在深山老林里真怕被老虎吃了。我回东北了啊，看着环境，猜猜啥地方？这是一个大山里，也是一个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。我没回新卡湖啊，这个是归牡丹江管的。牡丹江的森林覆盖率啊，达到了60%多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地方大部分都是森林。我脚下是山泉水，这个季节呢，哎呀，小蜜蜂来了。这个季节我们东北的蜂蜜下来了，全大山里的蜂蜜，老好老好的。前两天我买了20斤寄回上海了，我一吃，妈呀，太好吃了，然后我就一个冲动回东北。礼拜天给大伙直个播吧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有人，怕我直播间一个人都没有啊。风雨有多大，记得要回家，想起妈妈说的那句话，不管路多长，记得要回家，有种幸福可以很简单。